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 中级模拟考试五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新鱼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的序号是多少？零零零零一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题，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低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他对顾客很耐心。他对顾客很耐心。二，妹妹开着灯睡着了。妹妹开着灯睡着了。三，他女儿的性格非常活泼。他女儿的性格非常活泼。四，演出前要好好打扮一下。演出前要好好打扮一下。五，加油站附近禁止打电话。加油站附近禁止打电话。六，他的笔记整理得很详细。他的笔记整理得很详细。七，我打算陪叔叔去长城看看。我打算陪叔叔去长城看看。八，流行歌曲很受年轻人的喜爱。流行歌曲很受年轻人的喜爱。九，那是一本浪漫的爱情小说。那是一本浪漫的爱情小说。十，请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。请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十一到十四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
准备时间结束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天气很好，我决定上街去买一些衣服。我去了几家商店，买了一件衣服、一双鞋子和几条裙子。我从商场出来后，提着购物袋走在街上时，突然看见我最好的朋友在前面。我很高兴，大声地喊他的名字。太好了，现在我有朋友一起逛街了。第十一题结束，现在开始第十二题。最近，汤姆常常觉得头疼。今天，他去医院看了医生。医生问了他一些问题，比如有没有感冒，睡得怎么样，然后给他做了检查，结果发现一切正常。没有问题，汤姆把手放在头上，感觉很不舒服。女医生坐在他的对面，看着他说：别担心，你可能只是太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，回家后好好睡一觉，多喝热水，不要太担心。第十二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三题。我住过两个城市，一个是北京，一个是广州。北京有四个季节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冬天非常冷，有的时候会下雪，夏天很热，空气很干，春天和秋天很短，但天气很好。广州的天气和北京不一样，广州冬天不冷，
很少下雪，夏天很长，也很热。广州经常下雨，特别是夏天和秋天。但是广州的冬天非常短，不会很冷。总的来说，北京的天气变化很大，有时候冷，有时候热，而广州的天气总是很暖和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四季变化的地方，北京很好。如果你喜欢一直很暖和的地方，那广州会更适合你。第十三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四题。我喜欢很多运动，比如踢足球、打乒乓球，我还喜欢游泳和跑步。不过，我最喜欢的是打篮球，因为打篮球很好玩。我从小时候就开始打篮球了。打篮球让我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玩，我们经常在学校的篮球场打球。打篮球的时候，我可以跑步，跳起来投篮，这样我的身体会变得更健康。每次比赛，我和朋友们都要一起合作，这样让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比赛的时候都很认真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很高兴。那如果我们输了，也不会放弃，下次继续努力。我喜欢打篮球，因为它让我很快乐，让我可以交到朋友。我觉得篮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，可以让人变得更健康，更快乐。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